十年代国际风云变幻，朝鲜半岛爆发战争，而台湾国民党誓言要光复大陆，香港的左派在报刊及电影文艺创作亦加强控制。这些发展和查良镛喜欢自由自在、不受约束的个性有很大冲突。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，令到查良镛兴起办一份小说报的念头。那时香港版报比现在就容易得多了，我的资本都好使的，十万蚊港币，我出八万蚊，另外一个我一个老同学沈山出了二万咁，所以我哋两加起十万蚊就会办报了。我哋一个嘅好处，大家因为从小识啦，大家好，佢对我好忠实，我对佢都好忠实。但因为我哋两个做嘅路线唔同啦，佢管机器啊，做 marketing 啊。就发行啊，一种方面比较拿手啊。1959年5月20日，《明报》以四开小报形式同读者见面。出到第18日，为咗要争取较多广告，报纸变成两开嘅大型报。由于走小市民路线，版面上有好多性感嘅照片，新闻亦都有煽情成分。欢迎大家老板娘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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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这个名字都不是我想出来，当年我们三个人一个沈宝生先生，为了帮助编这个先碰个彭友生先生，我们三个人大概每人写给这写给个报名，那么一个名报个两个才碰上是人出来，碰上第一运动，碰上唔可以话大弟子，我系弟子啦，我同查生就系亦师亦友可以讲，我初中开办嘅时候咧，我哋。晚晚捱通宵啦，係瞓覺啦，咁咧又想啲報紙燒得好啲啦，啊特登攞幾份去過海尖沙咀過海輪嗰度咧，特登坐特登留低嚟俾人睇啊，希望人哋攞咗去。明報經營初期非常艱苦，最初只有四個人，銷路係10000份以下，全靠金庸小説同簡而青馬經嚟吸引讀者。最初一些我就是还发表报纸上，后来销售成功之后，在创办明报就还就面在多举一点翻译导演偷翻版的，我的一开始就根本一开始就还一张腐坏报了，到后来就更加重视腐坏了。报告人多话，新闻还公的，腐坏还少的。就因为他认为咧，副刊系一张报纸的灵魂嚟嘅。如果講報紙係一隊球隊咧，副刊咧應該就係龍門嘅角色嚟嘅。即係換言之，你個副刊咧做得好咧，你就唔會俾人入波啦。啊，查先生對於明報嘅副刊佢係揸得好緊嘅，每一個專欄都係佢自己約嘅，第二啲編輯冇權約嘅。咁佢亦都好有慧眼，佢知道邊個寫得好，邊個寫得唔好。咁唔好嗰啲梗會俾佢淘汰咯，好啲咪繼續留低咯。咁寫作態度咧，佢對我哋好寬容嘅，你鬧佢都得㗎。不過一定要寫得好。明報的成功基礎，一個關鍵點就是查良镛先生。如果沒有查良镛先生，我想就沒有明報。文人和商人這兩樣加上來，才令到明報為什麼會這麼成功。文人版報的缺點就是沒有生意頭腦，企業方面的決策我都有，我這個都說過，不可以說過分太浪漫的想法，我哋要一报纸要办得好好，你不管几多钱稿费都请人来写稿，呢啲事我哋唔做，而家又随便打唔打得通啦。明报嘅基础奠定喺60年代嘅几个重要时刻。1962年4、5月间，大量大陆难民涌入香港，明报把握咗呢个时机，全力报道难民潮，销量突破30000份。在深圳那边，涌起一阵逃亡潮来到香港这边，那时候《明报》做的很多，我们是一字也不登，
就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，作报，当时的作报，那么这分歧就很大。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试爆第一枚原子弹。中国加速发展原子弹，是因为同苏联决裂，为了自保，免受苏联、美国的核威胁，不惜一切要发展核武器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那么陈毅他一个元帅的身份，又是外交部长，他是讲气话的，就我就是当没有裤子穿，当了裤子，我都要去发展核子。当时他就反对，两方就没有引起争论。平常已经对这个《民报》看不顺眼了，那么这个当然就问题就在这方面就去批评他了。华人社会普遍赞赏中国核爆成功，查良镛在《明报》社评唱反调，强调宁要父子，不要核子，结果引发起同《大公报》持续一个月的不战。不战哈，呢个好机会嚟嘅，因为你不战哈激烈，咁啊读者中意睇多啲呢个理由或者呢个理由，大家好激烈嘅辩论嘅，咁读者中意睇热闹嘅，有一种机会就要拉住。就同佢前落去，前落去就，当然你自己写得好写得啊。后来呢，是廖承志，因为不应该这样搞，《大公》《文汇》《新闻》都有准备好的文章，都要压下就不能发表了。1964年年底的一场不战，令到《明报》销量升上70,000份，《明报》再次尝到同左派论争的实质好处。1966年，中国大陆掀起极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。再一次，查良镛把握了这个时机，发挥他在评论中好预测的特性，确立了《明报》社评的权威性。我只估计到毛泽东同林彪将来一定会要冲的，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同历史的发展，实在什么都是从人的性格发生出来。1966年1月。文革爆发前夕，查良镛创办《明报》月刊，进一步增加了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读者。咁喺嗰个时候创办《明报》月刊咧，系讲中国文化、中国艺术、中国学术思想各方面嗰啲嘢咧，同时咧系分析文化大革命嘅动态。内里的原因，以至于各种斗争，让人了解咧，即系话，喺咁样嘅形势之下咧，所以《明报》月刊咧可以一下就成功，一下就好多读者。1967年。香港激进左派分子亦利用工潮发动反港英政府骚乱。电台播音员林斌在电台节目中猛烈谴责骚乱，被暴徒用燃烧弹烧死，一时人心惶惶，很多反对骚乱的传媒人士成为攻击对象，查良镛亦成为下一个目标。那时候已经很紧张，我就已经好似新晚报已经点名批评阿查生系华人夜播，仲有阿黄世瑜做老总啦。咁佢一收到一个包裹，原来就系炸弹嚟嘅，即系假弹，即系我个言字边嗰个炸，系有啲即系一项恐吓性咁咯。唔系吓，真嘅话寄嚟一封嘅包裹寄俾我噶，炸死真。撑起噶嘛，咁啊我啲睇到呢个唔通打电话俾嘅差馆，咁差馆派啦官府专家攞到面包门口嘅马路上，佢哋行得远远地嚟引爆砰一炸咁炸，真系炸弹嚟嘅。如果睇翻嗰阵时咧，港英政府都几彷徨噶。后来我最记得
明報有篇社論是我仲記得個題目，係詩題咁嘅題目嚟㗎，扣頭咁一個 question mark， no 咁嘅意思啦。咁我哋睇到都覺得好咩啦，好有即係英雄氣概啦。呢度六七月最好，最好周恩来下面你話唔准過啦，咁啊佢哋唔過啦，叫咩啊？查良镛喺烽煙之中創立咗兩部兩刊，又跨海到新加坡。创办了《新明日报》，到这个时候他的传媒帝国大致成形，他有足够的准备迎接七十年代的来临。1971年10月25日，联合国大会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，台北随即宣布退出。联合国的决定在海外华人社会引起很多的讨论。明报社评劝台北政府政观变化不必忧虑。1973年4月，查良镛获邀请访问台湾，仲得到掌握党政军大权的蒋经国接见。有蒋经国讲，我同佢讲上海话啦，佢系当个浙江人，咁啊，我觉得唔当佢个电话打政治家噶嘛，一讲佢就讲得好就同乡噶嘛，就讲各种人讲得好亲切啲，佢都同我讲得比较坦白啲咯。我从分析起来，他当然希望在这个两岸统一的问题上面能够尽一些力，意思就。就是我现在要去台湾了，你们有什么话要我带去没有？意思，那不就是做两边联系工作？不过这边就北京这方面，因为老说还不晓得他到底是怎么样，所以不会轻易表示意见，就是听他就好了，我们不会表示意见。很多人都想作为一个中介的人或者团体，去使到两岸咧系能够可以谈判沟通。咁查良镛好明顯係其中一個人選，去所謂一個搭橋嘅作用。冇自己唔覺得自己咁偉大，我知勸佢，你唔可以個成日講翻工大佬啦，冇用嘅，翻工唔到嘅。主要好少講，主要講台灣政治，講中國政治。我就勸佢，最好整個政策，整個台灣施政，你自己本身台灣過得好好的，人民生活得好好，一路提高咁就成功了。查良镛访问台湾之后，金庸小说开始在台湾解禁。在六月份，查良镛一连18日在明报刊登在台所见所闻所思，评论台湾事务。查良镛走上了社会活动家的道路。70年代后期又逐渐恢复联系，最早恢复联系的就是又是我跟他。他那个时候不同，就是我还想统战他，有人帮他联系，他也愿意去，因为他已经去过台湾了嘛，他愿意去里头嘛，所以有人就是我，恐怕这个大势所趋了，在这个潮流里头，任何人都是这样，你是中国人，你在中国人社会里活动，你不跟这个中共这个主要的力量啊发生联系就不可能的。1981年7月，查良镛离开大陆31年之后，又再踏足北京。呢一次唔同嘅系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喺人民大会堂门口等咗佢5分钟。我住喺北京饭店，廖承志又派个司机嚟接我去见邓小平。佢又等到时间到，那个司机仲未到，我哋好急啦。那个司机也不到，司机迟到了5分钟。邓小平还人民大会堂开门口等我的，我觉得好不好意思啊？忙我，迟到了，对不起，你也在等我。其实他旁边的人解释了，因为司机迟到了。邓小平说了，不要去发他临时有身体上有问题，这个没办法控制的。他说，我一生好少话佩服一个人。
咁樣真真可可被捕嘅，覺得佢講嘅話，可以決定你唔係話有咗嘢，肯定咁樣，肯定咁樣，我就我咧能肯定，佢話肯定咁，一定咁，咁我就100%贊成。所以一個真正打亂朝事情，我都好自然可被捕。又聰明嘅張廣，又經歷豐富，佢從共產黨嘅裏邊一陣陣鬥爭上來，佢指揮幾百萬軍隊同打仗打贏了。啲人打法佢全部知道曬，因依度一定係咁打，冇得第二種方法。你聽我話去打啦，你唔聽唔得，我槍斃你，或者我就抄你腳軟咁。我做唔到，因為佢性格急，我希望做得到，我做唔到，所以我特別佩服佢。我等小平見我之後，佢哋就多去翻譯噶啦，大家翻更用小説啦。等小平唔講小説啊。等下面講個明報嘅寫編，佢話呢個寫編我自己睇，有啲專家非常好佩服，但有啲我哋唔贊成唔同意嘅。我更加你唔同意啦。你係共產黨員，我唔信共產主義嘅，咁啊更加意見唔同啦。咁佢點反應啊？叫哈哈哈哈咁冇聲。叫明知我唔信共產，唔信馬列主義，呢個對佢唔企嘅。1984年，中英签订了联合声明，解决了香港前途问题。查良镛在香港前途问题上的意见，获得中国领导人的重视。同年，他又得到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。胡耀邦是真的可以做的朋友的。胡耀邦然后好风趣，好随便。我坐在这里，走来走去。我过年做实验，我一支烟啊，实验佢即刻俾我一支同我点火咁样啦。我已经冇架子嘅用嚟。1985年，中国政府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基本法。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团邀请查良镛成为香港23个起草委员之一。我就许家团嚟同我讲，我就话将来我做嗰件事啊，正第好意见出来，我香港民众会大部分会反对我啊！佢讲自己话，我哋当地革命啊、道军啊，难道自己生命嗰啲唔考虑死就死啦？就系咁啊，个都系咁噶。我香港应该做需要做啲事啊！我在自尊心太强，我非出来做不好嘅件事。我自己都懂法律嘅，懂国际政治，懂中国政治嘅，懂香港嘢。咁應該諗啲辦法出嚟，應該對長期亦對香港有利益嘅，等於對國家都有利益啦。查良镛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，經過3年時間，佢同查濟民綜合各種意見，提出一套發展香港政制嘅建議，一般稱為雙查方案。雙查方案直情係佢主動出擊啊，即係唔係被動去作為一個成員去就咁樣討論。他希望是以他個人的政治的理想去怎樣去制定這個基本法。我覺得他在政治上是非常保守的，就是我和其他的團體的代表去見他，就希望他提出一個協調方案的。當時他不肯提，他是共產黨不接納的意見呢，我不會提出來。1985年開始，所以本子風波開始來說，中方的態度就很明顯。其實中方就不希望香港有民主化，中方可以接受在民主化方面來說對香港作出某一個程度上面的讓步，但是基本上全面民主就不可能了。當年查先生定他的方案之前，他是跟中方的高級的幹部，譬如說許家團啊傾過，所以我相信當年查先生他提出來的方案的時候來說，他覺得那個就是掂咗中方個底線嘅一個方案。呢個方案咧，就比中方所提出嚟嘅方案咧，仲要保守。咁當時引起香港人好大嘅反感，亦都有人因此咧而燒明報嘅。抗議明報社論，斷章取義。抗議明報社論，斷章取義。抗議明報社論，斷章取義。我自己就
民主派要求在第一届就普选产生行政首长，而商查方案就建议在2012年才决定是否普选，所以民主派认为商查方案太过保守。咁喺就草委嗰个政治游戏里边咧，佢系占上风，占上风。咁当然就话如果政治智慧包括民意或者包括自己张报纸嚟讲咧，就话你可以讲就话佢可能失策啊，即系佢冇想到就话呢个民意嘅反应系咁大。社会上受到攻击好多，但我觉得冇所谓，我话甚至讲我自己。我的一定啊，你的错的，你反对你反对到过多几年，你知道你错的啦。佢系一个相当固执嘅人嚟嘅，佢我谂佢自己嘅谂法，佢都几坚决地维护佢自己嘅谂法，同埋我相信商查又好，其他六四嗰阵时佢辞职嘅，辞咗呢个草委喺呢度，我谂佢。同佢自己個人一生，或者係佢下半生嘅工作呢個佢個信仰係有好大關係。因為大部分即報館嘅同事都唔支持商查方案。我哋都想唔支持啊。比較孤立啲，有啲孤獨啲啊。冇咩支持，係啲孤軍作戰噶嘛。商查方案嗰陣時候，就啲學生去明報燒報紙啊。咁啊，我好擔心啊，啲人因為啲好多學生下邊年青人係比較難控制一啲。咁啊，查生自己翻工自己放工嗰日佢走，我都嚇一跳，因為樓下好多學生喺度燒緊報紙，佢照行出去照走啦。咁我仲追落去，喂，陳生你小心啲啊，因為咁多學生即係推到你就唔好啦。咁佢唔怕，話我講嘅嘢係講咗，我都會我唔覺得係有咩大問題咯。我試下自己考慮咗啲，我啱嘅或者唔啱嘅，我對嘅係錯嘅。如果我啱，孟之道話，自翻而失之，千萬言我妄言。自己先考慮下，到底我啱嘅或者唔啱。如果我唔啱，對方好死嘅人，我都唔好話同佢對抗。如果我自己啱嘅，一千萬一萬人，我都係我自己我行我嘅嘢。所以商查方案之類，我已經一個問題我好了解，我知道我了解你哋唔懂，你哋唔懂，你哋反對我，你哋錯啦。係，到而家我都用咁睇法。1989年4月15日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，学生群众自发性嘅追悼集会，逐渐演变成反贪污争民主嘅运动。到咗5月中，接近3000名学生绝食，情势急转直下。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，旗帜鲜明地防制止动乱。今晚我睇到个消息。我睇到李鹏啊、杨长坤喺北京宣布军队调到北京来了，咁我谂一定要向学生也好，一枪要动武了。屠杀的情况。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难过的。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。我想没有什么特别，真的很伤心就是了。从4月16日到6月底为止的77日内，查良镛写了38篇社评，充分肯定学生反贪污的立场。明报销量由商查方案的最低潮跃升至超过20万份。嗰时我哋
律师咁镇压学生嗰啲，我不同意嘅，所以有一种，但系我哋慢慢了解，开始当时嘅情况，唔系咁做又唔得，所以一种无可挽回、好伤感嗰种感觉。六四事件之后，明报迁拆。1991年3月，又喺香港股票市场上市。1959年，查良镛、沈宝新集资100,000元办报。32年之后，明报市值12亿港元，由明报企业控制嘅子公司经营报章、杂志、出版社、旅行社、物业投资等。喺明报嘅前景受到市场肯定嘅时候，查良镛就决定退休。每个事做到一个阶段，觉得小说写到一个阶段不写了，办报办到一个阶段可以不办落去了，年纪慢慢大了，有个这个报纸办落去都一点厌倦了，办了办都差不多了，都没咩更加深的突破了。咁么嗰时我想问一个人接班人来接受明报来办的，问好呢问来问去问不到。结果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。查良镛卖咗俾制裁集团嘅于品海，呢本系第一只佢一个经纪嘅代表，日本一间大书店，日本一个报纸嘅老板嚟同我接到上买咗明报嘅股权，但系我嚟倾下，我基本上我唔大中意攞个明报买咗俾外国人，所以倾下条件倾唔好。咁就辭職啦。後來佢自己話：而家唔係日本人買，係我自己嚟買啦。我呢個錢咧，佢話我自己冇錢，但係我去東南西藏去借，去做照顧啊。但係佢自己主持咁啊，同佢一路傾落去。我1979年嘅時候，即係於斌喺香港大學讀書啦，咁就有修過我一啲嘅導修課啦。咁當時嘅印象即係。一個即係好高度理想的年青人啊，亦係對可能同呢個查良先生有合拍的地方，就係佢對中國情懷係相當重。我同我嘅背景差唔多，佢學府出身嘅，自己喺加拿大讀書，對政治都懂啲。佢唔係自己覺得好懂，但係講啲嘢意見，我覺得都唔係唔合理。對報紙有一種好熱心嘅。于品海主政明报不到3年，就被报界披露他曾经在加拿大有案底，明报股价受到拖累，由10元一直向下射。于品海现金周转出现困难，终于将明报转售给马来西亚商人张晓卿。他也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所以于品海的事件可能对他打击实在太大，因为他是差不多将他半生的心機呢，即係放在一個年輕人身上，但係結果令佢好失望，咁啊對佢打擊好大。我承認睇錯嘅，佢應該辦得好嘅，結果佢冇辦成功，我都好抱歉，我唔係怪佢啊。我自己如果狂妄啲話，攞個咁辦報紙錢，我咁樣人好少嘅，未必個個人可以用我嘅本事辦報紙辦得咁好。所以佢辦唔好，我唔係怪佢。我有啲睇睇佢幫我明白接受過去，我願意多謝佢多。1992年，查良镛放低咗明報，開始佢嘅遊學生涯。查良镛以牛津大學名譽院士身份。到牛津大学讲学研究半年，查良镛的第一个理想就是在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，得到知识和技能。可惜查良镛读大学的时候遇到抗战，没有机会享受大学校园生活。现在他在文化气息这么浓厚的牛津校园讲学研究，弥补了他过去的遗憾。在大学校园，他的收获是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学者，
Very, very nice to see you, first. Welcome to the college. Yes. 你个像读个学姐，有啲成就啊！我像你个历史写本书，有啲成都有啲结果出来啊！佢点解到北京大学、到澳洲大学，后来到剪剪个大学同嗰啲教授啊，嗰啲学姐，嗰下已经是个咁骨到。你如果要要正做真正学姐好难好难，人哋做功夫嘅时候，我系办写小生，我系办报纸，咁而家当然你俾个学问就差好远噶啦，即系继续追住。比较困难啲。我开长期生活到而家，唔系话同太太生活咁亲密啊，喺嗰边冇工人自己，太太自己买餸煮饭。 生年出生，就八十年代，唔停嘅，每年一年出门，旅行。但全世界而家未去过地方，即唔系好多。我嘅愿望就全中国各个省市全部要去过。希腊西方文化嘅发源嘅地方，到希腊，如果到接近西方文化嘅完全咧，有另外一种。 文化那个感觉，但希腊罗马嘅感觉同样。我将来读书可能要去到，希望读啲古希腊文，读啲拉丁文嘅，直接接触到西方文化嘅元老。到了威尼斯呢，因为轮到莎士比亚嘅母亲到威尼斯啦，又轮到意大利嘅卡萨诺瓦，佢哋可以到好浪漫嘅爱情故事都喺威尼斯发生。 嗰啲旅行非常好紧张，成日要睇住报纸，问香港发生咩事啦，中国发生咩事啦，成日挂住喺香港、中国，要咩新嘅嘢即刻写篇社评，最快嘅速度几翻嚟。而家就知知，如果你中国冇咩大事发生，香港冇咩唔好嘅事发生，咁啊好轻松，全部可以享受旅行嘅乐趣。 我喺佢張相入邊咧，你都唔想。中意邊咩人物咧？男仔。啱啱幾啲問過，幾個問啲可能答覆啦。好難答。最似你啊！最似我，我邊個似我啊？我唔係中意黃，我中意黃蓉，我中意我一個老婆好似黃蓉咁樣管住我，哇落影喎而家。呢個就係黃蓉蒸豆腐喎，係嘛？曬曬曬曬。 黄永珠太太开到南营，包括银行嗰啲话，都黄永珠太太情愿自杀。<笑>我唔会自杀，我觉得都唔错。
你好似我嘅朋友啊！你太太条命啊，朝朝知啊，都几好啊！谢大侠，不过你而家饮紧我杯茶噃。你系一个能人所不能嘅奇女子。条命可以帮你做事业噶、啊。你管个公司管得太掂，或你做生意嘅，等帮你赚钱，你脑咁聪明。小哥讲个莹莹最好啦，莹莹好，好 understandable。一个那个男人点啊，佢都原谅，都唔理唔理嘅，唔过问，由得佢。你扯吧。我唔会扯，就算点辛苦，我一定要救到你。因佢我所有嘅嘢，佢全部懂晒。我覺得冇咩中意，冇咩味道嘅開始。呢個咪已經失傳咗幾百年嘅擒龍功龍爪手，真係估唔到呢個世界上仲有人識得呢種神功。新來就開始唔敢即擒，真係要咁樣，我都自己好驚啊！小我講你嘅小師姑都幾好，又靚又靚又靚又温柔，不過係師姑不過係。过去你做家务当然非常之好啊，不过比较大概四十万人走，就佢冇咩话讲啊。我要去，我知啦，你梗系未食过羊鸭舌咧，人哋话食咗羊鸭舌，条你讲嘢唔会了舌嘅。人嗰啲朋友成日同佢嗌交嘅，佢可能自己发脾气啦，你又走下嘅。我过嚟啊！你过去劝下佢。韦小宝的反应都唔错啊，嗯。小丸子。哎，你对佢好，佢都对你唔错噶。做朋友做好朋友好难，不然他靠唔住啦。问我最中意做边个人物？我最中意做邓禹。喂，快走！佢一生好顺利嘅，冇咩太大嘅困难。我就做国情啊，杨过嘅电影好痛苦噶啦，一好从小一路到大，经过好多困难。这个邓禹嘅电影冇咩大困难，林武松都经过好大嘅痛苦啦。林武松冇邓禹咁幸福啊。后边嘅人要出家啦。他的仔女啊，一种离开个的家人，亲戚朋友个的，一下子全部所有个的所应所个人有感情的全部离开，一个好困难的。我舍不舍得家庭了。大仔，我好爱个的，后来自个自杀了，我最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啊。一个肯定还跟同女朋友爱搞。女朋友是上班时，佮是在纽约读书，两个电话里爱搞爱到，或者佮上吊死啊！佮神经好冲动啊！但有些像同我刚刚好的计算个话，我手机话而家我写过了，根本拎起来，还有拒绝了佮，我要懊悔就可以点，我没机会同佮多看看。佢想肯定你个人生大门都有咩啊？诶，佢觉得，爸爸同佢好不诚恳。你个佛法唔系话要安慰自己痛苦，我觉得人生不了解点解会一种事发生，为咩原因？你家人就是你师父点啊？如果俾
你從頭嚟過咧，你會寧願自己冇咁成功，但係多啲仔，即係多啲時間。啊，依個肯定啊！咁想做政治家嘅話，我就呢啲路唔同噶啦，應該同當權嘅人保持好嘅關係，變同北京嗰啲高官要拉關係拉好，或者落實事情嘅時候，唔可以話辭職，坐位唔做。咁要做政治家，你希望得到北京支持，你辭職肯定佢哋唔中意你啦。咁以後真冇政治前途啦，所以我從來唔想做政治家。當時。做基本法嘅事，有啲而且申报啊，每个啲报纸对我一点都不了解，以为我想来做行政长官。我做行政长官受官数最多的，而家全香港受官数最多嘅系边个啊？系董建华先生啦。拉多都有个理想，给写国名叫 Republic， 叫共和国啊。给个最好的政府还定下了，由哲学家来当领袖啊。因为哲学家最聪明啊，那么给领导的办法一定没害，给好反对民主，给民主还好办个办法。目前最好就一个共产党统治了，慢慢改的，改得好的好的，整个经济发展的，发展到并不觉得。兵种方式好就用兵种方式，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紧要唔好话翻天覆地打兵动，最少个改良唔好打兵。哎，办报纸的都系我能力上最好噶啦。小说。小说都系能力上最好噶啦。婚姻呢？啊？婚姻呢？婚姻唔系一个人嘅事，两个人嘅事。我以前唔係幾不大道德嘅，不道德嘅。而家嘅一般嘅愛情嘅道德應該只愛一個人，一生一世只愛一個人，我做唔到啊。而你點樣介意？點樣講？我一路唔介意，但係我自己覺得，我對唔住個人生，你好不安，係咪？咁你覺得你呢世對唔住幾多個人咧？都好多。对于我呢，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是自由。你话讲爱情，我追过个女仔，个女仔绝对唔爱我，而且我非爱佢不可，就我非常不自由啦。如果我能够啊，我唔爱佢啦，咁就自由啦，解脱啦。但以前是好难噶，我人民服务也好，或者发用个权力来改造社会也好，但我冇一种。可以話你話我只因用我冇嘅人生啦，我犧牲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去搞嗰啲嘢，我唔制。要我做短期做啲嘢就可以，寫篇文章可以，出啲主意可以，要我長期咁，真係為人民服務我唔肯做，所以個人生唔夠啊。人生我還好好多，應該。对有啲朋友，或者我应该对佢更加好啲，或者唔够好，或者对家人啊、仔女啊，有啲我应该对佢更加好啲，或者太忙啦，唔够照顾到唔周到。婚姻，或者对女朋友、对女人，包括一切，有啲人我应该对佢更加好啲，结果唔够好，一个就遗憾噶。